嗨，明天上跟着我的小鸡妈妈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今天呢来毕业旅行了。哎呦，今天是第三天行程了。今天的话就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今天就在西子湾的啦。西子湾玩就去，就回去了。中午就吃东西啦，直接啦，好的。哇，怎么烫？都烫了。我刚进来给这个，我要上去给我们领，给领队。领队，捡到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开始吧。门子听到我一直叫，真不好意思，真的有点烫。不是我在演，我是想播个东京热。就去玩水吧，要渡过热沙啊，很烫啊，有够烫的，我真的不行啊，真的无法。好啦，我今天不只有录这一部啦，还有录另外一部啦。另外一部就是你们知道啦，我会播音乐啊。快到了，快到水池了，我穿水了，来玩水啊！我真的不烫，因为是水嘛，而且这是硬纸沙。好了，开玩水了啦。哇 ！God damn！ 哇！好比的！哎，我中午看谁在那边开始爬？拜拜拜！阿姨，喂，碰到我了，干力啊喂！呼，阿姨，哦 ，God damn， 呼，来吧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好了没？又见面啦！嗨。小凤阿姨，三八三八清凉的啦。好了，直播影片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家要点加分小留言，那么下次见了，大家拜拜。